来出来有点晚了。那你啥时候来？你爸爸来？这功夫天早上啊。我家的小恶魔，小恶魔。啊，买啥？那得十五毛钱是吧？是吗？长腿还一块一，大葱啊，大苹果梨，4块钱一斤，对，卖鱼了，是不是这几个？多便宜啊！大白莲4块钱一斤，那把鱼，卖鱼了，这么大了。来这三，15块钱买了三条棒子鱼，5块钱一条吧。弄四根儿，明还有个竹竿呢。四根儿啊？再买个竹竿。哎，这是小芥菜疙瘩吧？疙瘩。哎呀妈的，这小疙瘩。还吃一捆呢、啊？买一捆没搁家里吃的。这一捆多少斤啊？20多斤。八斤去了。10块钱八斤。买一捆大葱回家吃。叶、yeah, 太长了。啊，20多块钱一捆大葱。买完了，寻思了，越后不得越便宜啊？啊，不能吧，咱先吃呗。先吃。葱包肉回家。回家来点葱包肉吃，看看有葱没有肉。这肉咱家有，来点块豆腐炖那个回家炖梅菜鱼。行。这鱼真香啊！还5个，咱不用了，咱3个就够了，喝了。来吧，一家一袋四。挺好哈。